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克。我今天来到桃园，我今天来开箱一间超厉害的吃到饱，它是全台第一家首创回转烧肉吃到饱，一个人只要599元就可以回转烧肉吃到饱。桃园真的蛮厉害的，开了很多独有的吃到饱。那来看看我今天599吃到饱可以吃几盘回转烧肉吧。现在入座啦，那我们刚好坐在它的出餐口的地方，这边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的餐点出餐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以5盘到10盘为一个单位开始狂吃吧，然后这边用餐是2个小时，看看我们可以吃几盘回转烧肉吧。那我们现在5盘板腱牛排，那我们开始烤吧。现在试试看，没有腌制过肉的原味，然后我不想太熟。好，来试试看他们特调酱。反正牛牛花不会到很多。那我刚刚拿了一个他的泡菜，然后配肉用。第二个来吃他的牛五花吧，蛮大片的，1盘3条。泡菜蛮大的。那我们现在吃牛五花，最基本的牛五花，感觉蛮大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吃松板烧吧。这边吃到饱有松板猪，5盘松板猪。好，我们刚刚拿的牛肋条。那我们先顺便下它的 prime 沙朗，我们边吃边烤。它刚上了起司烤蛋，我们现在还要烤，一个要烤10到15分钟。那我们刚刚点了它的6份布丁，然后这边一个布丁还蛮大的。我刚刚肉吃超多的，现在吃一点甜点解腻吧。这里的布丁超好吃的。我们来下骰子牛吧。然后我们骰子牛煎完啦，看起来非常的美味。然后我们刚刚点了15份干贝，哇，它这边有干贝吃到饱，而且干贝的质量还不错。它一盘才2盘，狂点干贝就对了。满满一盘骰子牛，美味。超多干贝，直接来吃它的干贝吧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我来吃烤鲑鱼肚吧。
鲑鱼肚的皮蛮油的，那个油很香，烤得很香。那我们的刚刚的起司烤蛋烤好，看起来非常的好吃。哇，烤太熟，还有那个厨师的掌握，知道不要烤太熟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下它的蔬菜吧：椒、杏鲍菇、玉米笋、香肠、超大份洋葱。哇，那刚刚点了一些好吃蔬菜，那我们可以吃吧，杏鲍菇哦。搭配一些泡菜、玉米笋、香肠、烤冰淇淋。我们来下猪五花跟带皮猪五花。还是烤金鱼吧，烤的刚刚好。肉的干贝，直接冲刺吧。吃盘冰丝地瓜吧，够冰。好啦，吃完啦！我今天总共就是吃了106盘，非常的满足。那我们出去店门口做结尾吧。好啦，我们吃完啦！那今天也是真的吃了超满足的，刚刚总共吃了106盘回转烧肉，今天吃下来的心得我非常的满意，店内生意非常的好，装潢环境也很棒，服务也很好。要换算单点的价格的话，量是4000多元，非常的划算。我大推这间回转烧肉吃到饱。